都有更加好的氣勢。其實作為學生每日成員，我係見到就係學生嘅改變，同埋運動員都好盡力喺場上面比賽。今日我希望 Day Two 攞到個成績係比 Day One 更加升 Day One， 並唔係我哋一定要嘅嘢。我哋要係每一位運動員都做到自己嘅 personal best， 做到自己嘅最好，咁樣已經足夠。另一隻比賽，我祝陳瑞琪，希望陳瑞有更加好嘅成績。多謝。